越南人，然后从平安去布吉巴丹，结果给弄去荷兰。那，喂，弄去荷兰还不用紧，他不是要用木的桶盖，他用人的桶盖。哎呀妈！上我是听到你好有心情去荷兰了，妈的，我今天穿到那么美，你看，可能转钱才下起来的都，你看，爸，他竟然脚去爬，为了他们，我的鞋肮脏了，我的鞋肮脏了。今天他自己要去荷兰，去到很有信心，要走，你知道吗？走，快点删掉，删掉，这个礼拜我们再来。你们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两粒就很漂亮了，可以打包哈。